一切都是以性为前提下的交往。有一个 A 片的大盘商是哪一位？听说黑黑的，然后以前100多公斤，现在80斤。哇！这演艺圈里面来讲，谁的心机最重？黑人陈建州。去啊，然后他会在车上一直播放他要我们就逼迫我们看的东西，然后为了让我们看还故意绕路呢，明明不懂。你们这群花货一定有一起拔马子过，对，交往的时候，比如说拔马子，一切都是以性为前提下的交往。这个年纪啊，有没有？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很懵懂嘛，哦，18岁的时候，这18岁还没满哦，我们国中就认识嘛，就会先问一个问 K 姐。对，就是问他说，哎，那个怎么样，过不过瘾？什么过不过瘾？然后他在那边耍帅了，哎呀，卖关子，有没有烟？先请他抽烟，他就开始讲，像说书一样的，啊，板凳拿好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，怎么样？他说有没有那个 DIY 过？就问我们有 DIY 过，吸了一口烟，然后呢，我们怎么样？爽10倍。我那一直在幻想说，哇，然后全部欢呼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10倍哦。对啊，他说，对，他要讲很热，很热，然后他很强调这一点，包住，他就包住。包住。我们几国都在听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害羞，有点踏步，好想交女朋友啊，对。对，所以可是拔马子的时候通常有分工很细啊，那现在的话就是Jason为主，Jason为主，就算是那种帮派的红棍，有没有出力逮鸡？那你变瘦应该有改变很多，有明显的，就是尤其是一个比一个正，哇靠，是越来越多吧，然后包括去夜店啊，还有一些会主动，因为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。情况改得那么离谱，现在是你比较吃香，对不对？也不是吃香，但是会摸，从后面抓住，一直就是有那种7年前摸啊，摸你啊，就是抱住啊，那我就是很主动的。哦，但是我胖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待遇。在演艺圈里面来讲，谁的心机最重？黑人陈建州。那个心机真的很重。怎么说？可以说。老大，我们来讲一个鬼故事。然后那个现场导播就会把灯按掉，然后大家就很害怕，然后就导播可以 replay 一下吗？我可以确定刚刚没有拍到。太可惜了。太可惜了。没拍到。我拍到过一次的节目了。就是这样，心机很重，还吓人家。哦，对，我也常被他弄，而且他弄是随时弄，他不是说。他这也可以。这是有拍到。铁汉的啦。拍到了啊。我导播组配合的 ，OK。还有嘞，还有谁？我也是觉得老大有个很贱，就是老大会带我们出去啊，然后他会在车上一直播放他要我们就逼迫我们看的东西，然后为了让我们看还故意绕路呢，明明不懂，为了要绕我们车费，明明5分钟可以到的路，就怎么30分钟还不到？他逼你们看什么东西呢？白皮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真的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。我听到一阵喵声，喵。到底他叫你们看篮球赛，我知道。还有嘞，范范姐姐的影片。范范姐姐的影片。中山二村。中山哦。对呀。要看很久吧？对。所以我差不多从士林到天母，再到芦洲这样子。可是我明明要去中山东路。好，还有谁呢？大部分我们都还没有碰过，就是目前为止还没遇过太多主持人，所以你看这种就是聪明心机，不要得罪他，对不对？因为一得罪了以后，对不对？对，心路就坎坷了。好，那你们几个谁的 fans 最多？有 fans 吧？现在妹妹真的，我们有投票，固定都有那种投票。
哦，因为那个什么嘛，卡通影片帮了他很大的忙。昂昂昂，下定的把我实现所有的愿望。哎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样。对，是拳头。接下来呢，厉害了，我们要开始美眉真心话智力大测验。什么椅最享受？什么椅最享受？我们三个随便趣味一个。好，我来讲。好，欢迎他。Enjoy。错，我们也以为是那个。那你，我再讲一个。你先不要讲，我先讲。不行，他不要讲。如果我讲错，好，你让他讲。十八片，好，全部吃完。如果我讲对，你全部吃完。好，小孩子嘛，你八爪椅。错错错！现在有出九爪的。请笑纳，不好意思啊。好。好烂 ，A 好 A。如果说现在，然后你在旁边，然后看到黑人跟范范在吵架的话，你会怎么处理？我绝对是站在黑人这边的。我问你怎么处理，没有问你站在哪里。我会先冷静观察，站在，然后他们常常在我面前吵都是哪有啊？原来你跟范范其实这个感情都走得不是很顺遂，只有一次。黑人的脾气很好，所以你说。很多吵架的时候都是黑人在让，那只有一件事情是黑人不会让，什么事？就是有关球方、球类、篮球方面的。那是有一个故事啊，什么故事？讲讲。打那个李文元杯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推下来不打那种职业赛，对，然后就打就是业余的上班族那种好玩，但是竞争还是蛮激烈。是，然后冠军赛的时候，就也不是冠军赛，是晋级很重要一场比赛，我就带他一起去，然后因为需要很多观众吆喝，我还找了光远。王宏伟也去，他们在底线负责那边吆喝，然后我就带那个范范去啊，我每投进一球，然后就会去看一下，就带女朋友来范看一下，四目相对一下，一投进，四目相对的时候，哎，怎么翻帽子？我觉得很难过，应该是巧合。然后第二球再进的时候，很帅拉杆，这个人难得，然后还在看帽子，整场比赛从上半场到中场。他都在看我，所以那一天我肯定他应该是要找工作，连求职栏都看了，你知道？我很气，我中场受不了，我就取车，抱着来的，我太让我失望，我就走。然后这时候哥们就来安慰啊，因为我会影响情绪。杰森说：“对啊，对啊，现在打又不要带他，生自气。”因为他们都有看到光源啊，不用他们都一直叫看，哎，奇怪，他怎么不叫？他是不是觉得那个不够刺激啊？对，应该是这样。他觉得无聊，无聊。然后后来王宏恩就怂恿了说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在部落这种女孩子哦，带得到急诊室打。直接带到急诊室打，这样你不用再打119啊，马上哦，马上就打之前还问你健保卡有没有带，不然还要回去拿健保卡，麻烦。然后我们两个，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去东风旁边吃老虎面，然后两个在谈论这个事情说，这种女友说不要跟她客气，打不过的话打水沟里，然后就讲，早上才找她起来再去洗衣服煮饭什么，然后那个东。那卖老虎面老板娘那包水饺在那边偷听，听得很生气，拿那个，因为我们在开玩笑，不知道，她很认真听了，然后拿那个勺子就丢在那边，就叫变态，他就走，不理我们了。对，因为我们要开玩笑。哦，真的哦，如果说那女孩子听到这个就会生气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因为她不知道你们在开玩笑嘛。对啊，如果把她当真的话，那她太那个。你看范范一个这么漂亮，你还被打到水沟里，什么画面？在那边捡瓜牛啊，那就打完了。那重点是那天晚上。就黑人就因为要去找范范，他已经跟我讲了，我先讲完了说那个方式要怎么处理，他就说我等一下去找范范，我说我跟你比照早上那个我们讲的办理，先去一拳就打下去，不要管，先打下去。他说黑人说好没有问题，伤到我第一生命的家伙，我一定处理再讲。
我就好处理完打给我，他说好。结果那天那个十一点多了，他打过来，就是我说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处理啊，我说那你怎么处理？他说我看到他哦，先跟你讲对不起。他说他先道歉，我就先挂断，训掉，训啊！我是当你好朋友，能跟你分享，你现在跟普罗大众在，没面子啊！就是男人当兵，枪都被摸了，哦，还不责怪他，哇！在哥们面前，哥们面前保留，哎，他剪掉了，剪掉了，是干什么的？我本身现在在台啤篮球队打，从拖地然后到对外行销联络，是吧？黑夜，你到底是受什么伤，让你没有办法再打球？就是这边嘛，十字韧带，人家断一次就好，让我同一只腿断两次，就不能再。其实还是可以打，但是你没有办法那么剧烈了吧？就功能都退了蛮多的了。像你们都从小打球，真的运动员，女孩子会比较喜欢吗？你一定有了，他有，这么帅，哇塞，人家又高1.97，开玩笑。那打女生呢，会不会比较方便？我觉得还好吧，没有。你怎么这么谦虚啊？注意你的态度。没有，因为他的松山高中，他们教练不准他们交女朋友。曾经有你把不到的女生吗？应该说我运气都不错，就是喜欢的刚好都会，人家也喜欢你。哎，你不错，你这个球打的态度蛮婉转的啊。不错不错，很谦虚。那我们这个是那个野兽，我们先不要问，好不好？那你们呢？这个因为你们后卫，那脸又常常受伤，那请问一下，你在这个女孩子界，他们都会比较喜欢你？厉害了。厉害了。像守正讲的啊，就是可能要看那个对方有没有这个兴趣吧。如果他刚好也有这个兴趣，自然那个机会会比较大。你会很受欢迎吗？打球以后，你会是什么？就你会很受欢迎吗？对，我一直是打球以后啊。打球以后就还好，因为其实就是刚才守正讲了，因为现在就是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开始一些媒体开始在转播了。最厉害？没有，这干不完的。对，你这个。对，那个野兽先生，你的外号叫野兽，对，是因为打球的风格吗？打球的风格就比较狂野吧。可是经过这一次这个冠军赛，你这样的辛苦、这样的付出的代价之后，我有没有接到很多球迷的女生写信给你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？都是写信啊，还有就是打完以后就是鼓励的话。还有那个寄那个结婚证书给他，对啊，麻烦你签的，就别撕开哦。那你现在就是说打球之后，就是说你中间有停一段时间嘛，嗯，那段时间可能你就是自己每天在街头跟黑人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段时间可能女孩子比较少，但你现在又回到这个所谓的球场上以后，是不是会让人家哇很想跟你亲近的？可能就是曝光率比较高吧，然后自己的打球可能是球迷就比较欣赏的。他的有时候在球场上，有时候脚会这样。哦，那个为什么像拔刀，像那个什么 Michael Jordan 对不对？很多那个发明那种各种招式，对不对？自我风格啊，空中360啊，原地360什么的。360，举例，男子力啊，态度。可是那个美国人不是跳起来，然后这样转身再这样，那就是360嘛，360，好不好？这样子是180，这样子是360。他那种矮的玩跳远的不会聊这种高的人的生活。你跟他们比你高哪里去啊？像我们常常听到那个 NBA 啊，很多 NBA 那些球员都有一些女孩子球迷会现身，你们有遇过吗？或是跟你索爱？对，想要给你个啵这样。就留电话吧，就像送一些东西，然后里面就会留电话给你，叫我打电话。房间钥匙什么之类的。没有，没有遇过。哎呀，可惜了。哎，林志杰喜欢房间钥匙，下次。没有，下次。会示爱哦，最严重就是示到你会有点怪怪，是怎么样的情形？就都没有哎，没有。这里面谁最多？或者讲别人也可以啊，讲不在场的也可以啊。哎呀，你看大家不是多的问题，就是可能会做完是金的问题。对对对，他的都是那种质感的，你知道。是不是？可能球迷，应该都是球迷，都是那种国高中的比较多嘛。我的就应该是下不去，应该不会吧？他们应该都不会这样。那有没有就支持而已吧？比如说有没有送一些什么样礼物给你们？你们觉得哎有点贵重这样，或者是很感动的有没有？有没有人滴血？以前我们在拔马子，
你把马子都滴血，以前就把马子滴血，好鸟的感觉，滴血，开玩笑。那那有男生喜欢你们吗？你看，一定有，一定有，有。最多的是谁？陈思念啊，你们五个里面。哦，我觉得你也知道，因为思念他散发出那种磁场，是觉得他 OK 的。就是我们球队其实有伦理制度，然后他自己是年纪最小，虽然他球打得很好，但是比如说球赛练完以后，他要负责收球、关灯啊，然后帮学长做一些事情。然后有一天我就很晚出去，我就看他到底有没有认真做，然后他就跟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球员就说：“哎，切尔，你等一下欲言又止，在干嘛？在邀约还是在搭讪？你等一下可不可以？你赶快讲。”你那可不可以去关灯？我怕被。那么夸张啊！是类似这种感觉，是因为那个场地，他之前也在那边练过球，好像在松山高中啊。那个时候我比较熟，他比较熟，中游啊，中游又一次，好，中游又一次哦。那我可能没话讲。他这个脸整个看起来是在里面来讲是最斯文的。嗯，他有一次有一个很夸张的。哦，真的吗？他是怎么样？有个球迷已经疯掉了，竟然就是我们那时候住环亚，那时候我们中华队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跟着什么的，一直跟哦。然后我们就去买东西，去便利商店，他也是一直跟。跟到最后，那个人突然跑过来说：“首先我们以后结婚的时候生几个小孩，这样讲一讲。”首先突然说：“这位小姐，你会去做点有正经的事情，不要在这种幻想。”哎，何守正，有没有人叫过你何守武啊？有，很多。对嘛，我刚刚很想叫他何守武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这个欲望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怎么办？你会劝告他们说：“哎，球迷不要太激动，冷静。”因为就像黑哥讲的、啊，就是年龄可能是他们那个年纪会喜欢我们怎么样。可是如果说哦，就是会这样子去浪费一些他们自己的事情的话，我觉得还蛮不好。可能你有的时候放假 OK， 你看一看，来看我们比赛怎么，我们都很开心的、啊，因为有球迷支持，我们打起来也很开心这样。对，当然。对啊，只是如果说因为这个太投入，然后放弃或是浪费一些时间的话，我觉得这样比较不好啊。可是都没有那种二十几岁的女球迷吗？说实在的，我那天去现场，我还看到蛮多蛮正的。对呀、啊，很正。哇塞，我当运动员真好。哇，其实蛮正的，很想跟你拿票，每天来。球迷也会刻意打扮的，因为我看到还不错，就是九点钟方向，第六排，还是会互相通报一下。对，大家都会看一看就知道这样而已啊。那你们有没有曾经听过或是知道球员跟球迷交往过？有啊，有吗？那个啊，台银的简廷富啊，他现在就正在，对啊，感情很好，对啊，很稳定。我们的一些台湾的一些演艺人员常常去看你们打球嘛。对不对？那你们会动心吗？要问他们了。对啊，你们会动心吗？干嘛不敢讲啊？这没关系，动心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真的去追他。你们现在都有女朋友吗？有女朋友请举手。是的，怪都不敢讲。哎呦，知道运动员体力都很好，那体力好就代表某一方面的欲望就很强。好，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嘛？你当年在当运动员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弟弟异常的上当？小学，小学是有啊。你们有那个吗？因为我们听说那个好像在台湾啤酒队里面有一个 A 片的大盘商是哪一位？啊，真的没有来？没来。我听说黑黑的，然后以前100多公斤，现在80。哇，林冠伦。没来，那没来，没有来啊，没有啊，就是有一次练球嘛，就练完以后啊，我要走了，然后刚好他开车过来，他就把我拦下来，他就冲一脚摇下来，说后康后康，我说什么？后来就拿一片给我，哦，谢谢黑哥，谢谢哥，然后就走。我那片我是拿假装说后康后康的回家看，哎，怎么行的安全？哇，骑摩托车危险，给他行的安全。那一片的可能男女主角是在篮球场上，或者是篮交通讲交通的，了解。那种是算一种犒赏吗？是你对他的犒赏吗？其实是另类的鼓舞了。也对。那个你看遍这些事情，
另外一半 OK 吗？我没有看这种片啊。看那个脸，真的。好了，反正我们知道大盘商是谁就好了。艺术，艺术，艺术，都是。算是一些格斗技的传授，爱情动作片，他们的说法是